上上。要的衣服我都给你拿过来了啊。哎呀，这衣服怎么都湿了？你是去哪儿了？这湿衣服我给你拿走了啊。之前你住在曲林侯府，我与你相见很少。本以为你住进宫里，我们总能日夜相见，却不曾想你现在日夜忙碌，连送食盒都是拆小黄门来。现在见一面，比过去还要难。今夜我。实在是想你了，便过来寻你。你可知，现在朝中人人都羡慕我，说我即将娶一位贤惠的女娘，就连圣上都夸你，夸你聪慧能干。将长秋宫料理得井井有条，知道你在宫里过得这般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少商，圣上之所以将皇后寿宴交付于你，并非因为你是我的女娘，而是因为只有你能将这寿宴办进皇后的心坎儿。过去总有人说你顽劣冷情，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真正的你。你这人呐，只要决定真心待一个人，那就是全心全意掏心掏肺的好，就算自己受了委屈，也娘娘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好了好了，没事了没事了。抱紧我，再紧一点。我就是想家了。之前在府中操练，我还
我还要学到本事，我才教你。今日便教你任人学位如何？这里便是命门。 除了命门，可还能教我些别的？日后若是有人欺负我的话，我也能有办法应对。有我在，不会有人敢欺负你。那万一你不在？好，你想学什么？若是你站在这儿，后面有一个人。 就像这样，你站在这，后面有人要偷袭你，突然这样推你，那我便这样应对。 从此以后，我的命门就交给你了，娘娘。可以告诉我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儿？那只要是你的事，都能。